请说吧，交给我。海兰达与风，你来到我的国度追寻正义，你找到了吗？我来这里只为复仇，但是在这片领地，因为伊路恩的庇护，我却找到了我原以为失去的东西，是希望。也因为你的关系，一段断绝的姐妹关系又重修旧好。这本是因哀伤而生的眼泪，如今却化作重生的容器。这些都是从暗无天日的渊喉拯救而出的灵魂，我本想收留他们，让他们在亚登旷野享受永恒的宁静，不过他们却选择要为同胞新的开始付出自己的全部。这颗种子结合了生命与死亡的循环，我把它交给你，泰兰达与风，愿它能为你的同胞带来幸福与和平。我仅代表全体卡多雷向你致谢。 Undo Falador。 凛冬女王说这份赠礼是一颗种子。伊瑟拉，我敬爱的好友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的，我能感觉得到这颗种子同时蕴含着梦境与亚登旷野的力量，这亦象征着生命与死亡的关键平衡。那我们务必好好保护它，直到它扎根成长。有个地方适合安置种子，但已经尘封许久。把种子交给我的女儿麦林瑟拉，知道该送去哪里。你不跟我们回艾泽拉斯吗？凛冬女王想必会允许你。当女王用精华让我从野性种子中重生，的灵魂就与此界域紧紧相连了。我若想离开，势必得做出重大牺牲。无论代价是什么，我们都愿意。我的朋友，不行，卡多雷需要你们回到他们身边。若伊路恩如此希望，有一天我就会回到艾泽拉斯的天空。你怎么在这里，安杜因？你的王国和朋友们都在等你回去。我的朋友差点死在我手中，却依然相信我是清白的，但我不觉得自己清白。你把受到逼迫和自愿下手混为一谈，这样很危险。全部混在一起，要我怎么区别？感觉好可怕，但又让人兴奋。最让我不舒服的就是那股满足感，或许是发自我内心的。啊，
这就是你来的原因。你害怕自己不是长久以来认定的自己。我甚至怀疑是否了解自己。我这辈子第一次害怕我呼唤圣光的时候，他没有回应，连我都不相信自己，要怎么让整个王国都相信我？他们对我有信心，我自己却完全没自信。你一定要承担吗？身为国王，没有选择。没有选择吗？我以为你相信自由意志。我需要好好思考，好好思考事情。安杜因，我面对我自己，同时承认自己的恶性。这一次，换你了。对，轮到我了。再见，希望纳斯风行者。愿我们的旅途再度交汇。再见了，小世子。圣光会引领我 ，Shirei Lara， Anaria Shala， 利亚德伦女士，这些报告真让人担心。天谴军团竟然要攻陷安宁地，敌方兵力过于有组织，恐怕不是零星攻击行动。我们也许应该向部落友军请求支援，然后继续浪费时间等他们来。不行。我们必须立刻处理状况。那就必须召集受训中的新兵。我发誓，我们会维持防线，保护奎尔萨拉斯。好，我会开启传送门，在安宁地与你碰面。我是圣光之刃。圣光啊，快！进入城镇，我没时间闲聊。Odil Shala， 保持警戒。你引起我的注意了。我们必须克服过去所犯下的错误。哼，杂鱼终于来了。沙兰，你去解决他，我们趁机完成结界。相会。情况真是令人不安，快前往下个结界。又是他，快解决他！真是白费力
起吗？只剩一个了，我猜他很快又会现身。我知道了，在他死亡的那瞬间，我感觉到有股魔法能量从死亡之域涌现。我们回去向利亚德伦报告。我离得太远了，需要你了。兰德雅，进行回报，死亡之域的状况如何？聘请军团的数量超乎原先预期，不过我们顺利调查到内部情报。艾萨提到的那个煞门有某种水晶阵列，他不断从里面现身，好像被召唤了一样。这解释了我感应到的魔法能量。那个叛徒找到方法逃脱死亡的魔爪。如果我们能压制他的护卫，说不定有办法把他受诅咒的灵魂送进暗影之境。那下一步就这么办。楼上有件武器，如果灌注适当的能量，再交由合适的人使用，应该能改变战况。你以为这种古董救得了你？我要寻找的目标。Anaria Shala。奥迪奥沙拉，我的传送门会送你到奥格玛，快，没时间耽搁了。保持警戒，我和你在暗影之境碰面。我看到你的目标，准备好了，那就走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好好的。我们会击败他，一定可以。说你们的对手是我。Another level， 真卑劣。我没想到你居然打得这么漂亮，到底下找我，我来强化你们的三叉矛。太棒了，只剩最后一个了，接下来在生灵堡汇合。巴拉达什玛纳诺瑞，很快就能见面了，对吧？我们有明确的使命。愿你平安，莫忘职责。这样应该能让我们占上风。看似捷径，结局往往惨不忍睹。坚守自己所走的路。坚守自己所走的路。
我在此欢迎你。很好，我们的任务完成了，赶快回去向团长回报吧。奇怪，和你讲话的时候，脑中好像闪过了遗忘许久的回忆。我可能让你想起利亚德罗女士了吧？她说过，她和我一样是养女，她的养父叫凡德洛。我想不起来。为了尽好我的职责，我放下了身为凡人的记忆。年轻人，我很高兴能遇见你，愿你手中的武器永远锋利。我看见你了，必然如此。我是圣光之刃，去消灭死亡之痕的天谴军团，然后在死亡之域汇合。时间闲聊 Jerry Lara， 我离得太远了，死定了。
圣光会引领我，英勇作战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嗯，我还好，谢谢你出手保护，看来我还有很多东西必须学。小凤凰，学习永无止境，走吧，我们回银月城。真高兴再见到你。永恒的太阳会指引我们。Anaria Shala, Odil Shala。我会通知暗刃骑士团这里的状况。如果天谴军团在这里都能造成混乱，北列境的情况八成更糟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都值得好好表扬。在敌人亲门踏户的危急时刻，你们挺身维持防线。我们十分感激你。你为未来树立起了一个好榜样。为了奎尔萨拉斯，为了奎尔萨拉斯。